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星小娇。这期给大家带的是一款连衣裙，纯欲风的一款连衣裙哦，花了169块钱买的。我买的这个是碎花蓝的，一个 M 码的。哇塞，非常的性感的一款，大家先看一下它的一个款式，这个穿起来都有点麻烦的感觉啊、哦，有没有？它上面是这种蕾丝的，白色的蕾丝的一个荷叶边，然后是个短裙的，这个颜色和这个花纹挺好看的，而且它这个手感我觉得摸上去也不错，做工各方面都很好。好，现在我们把它试上身，看一下效果到底怎么样吧。好了，已经穿上身了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裙子呢是比较短一点的啊、哦，短裙型，旁边它是这种带一个白色的蕾丝的，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，尤其是你这样选择的时候，它会露出一点白边啊。这个裙子还是蛮短的，我买的这个呢是 S 码的，然后穿上身的话是刚刚好的。它这个有一个带子，这里可以自己去调节的，这里是有一个带子绑带的，是可以自己去调节松紧的，然后自己简单系个蝴蝶结就可以了。上面它这里是有一个肩带的啊，这里是可以自己去系一个带子的，它穿起来就比较麻烦啊。然后你如果这样子的话，就可以把这个露在边上啊，这个宽的肩带露在边上这样子，就和视频上面一样的啊，和图片上面一样的一个效果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这个裙子的话，真的是一个辣妹的一个裙子，真的很好看这个裙子。而且它就是穿起来呢就是比较麻烦一点啊，其他的话真的是还不错的，真的是一个辣妹装，穿起来真的很辣又性感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样整体的一个效果啦。好了，那这期视频的裙子呢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大家记得给我的视频点赞关注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